其实还好，就是主要就是要给大家欣赏到啊、我们的那个对于这个美丽的用心，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没得奖，感觉你又不念得奖，你准备干什么？有人抄一两页，然后没得奖，白痴做白工，我不做白工的啦，自以为自己会得奖，写两三页，最后不是你，干嘛？期待值这么高，无聊。手机没有，先稍微没有，不用，我没有在做那一套的。得就得，没得就没得，对不对？我不做白工。好了，有做什么防护措施吗？没有，你想看呢、没，稍微问一下，毕竟是红毯。要做不做都可以，无所谓啦。我们的衣服也不会穿帮的。现在是不是都两地飞啊？现在跑来跑去，因为可以找不同的题材做不同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行万里路，体验不同的东西。尊重不同的文化，然后呢，玩不远不同的人这样子。那信心得奖吗？其实有没有得奖无所谓，就是来一个看漂亮这样子。就得不得奖其实还好，就是主要就是要给大家欣赏到啊、我们的那个对于这个美丽的用心，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有得奖 OK 啦，有得就算捡到了。哦，那你今天入的是大奖。度创作是啊，会有得失心吗？还没得奖，感觉你又不念得奖，你准备干什么？有人抄一两页，然后没得奖，白痴做白工，我不做白工的啦，我不做了，神经病，还自以为自己会得奖，写两三页，最后不是你，干嘛？期待值这么高，冲他笑，无聊。手机没有，先稍微没有，不用，我没有在做那一套的，得就得，没得就没得，对不对？我不做白工，那讲上去就哎，谢谢大家。对，这样到时候想来可以，干嘛一定要准备好？我们都是像我们的辅导小动物，都没有搞的，没有什么，都是直接的，这种感觉才是比较真实。如果得奖的话，频道的常进人会不会公开？我们频道常进有非常多个，很多个爱的常进人那一位没有，我们频道常非常多个，而且我不同种类的各种不同各类的各地的伴友，所以呢，每个地方通通都有一个，是啊，爱情就是。在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人陪伴，每个地方都有不同人陪伴，所以呢，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游戏人间，然后呢，像个花蝴蝶一样，才能够跟不同男生约会，所以这个是我们频道，也是给所有女性的一种鼓励。现在有几个手上固定的，固定的就是乱七八糟，随便，就是想约就约，想找就找，因为毕竟呢，你也是来伴游这种东西，就是你有需要的话就来帮忙嘛。这就是女性，现在的女性本来就是可以这样子，需要人家要我付钱的时候叫她来，然后呢要帮忙的时候叫她来，这才是一个我们这么漂亮的权利。伴游对不对？伴游非常多，我在伴游很多个啊，伴游公司。伴游也吗？身体上的。管我，我有跟有都可以，我们通通都蛮 OK， 都可以，所以只要帅的就行，应该是 OK 的，然后大方的，对啊，这个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嘛，对，我也没有怎么样，我也没有结婚怎么样，所以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女生就是本来就是自己漂亮的时候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那当然呢，有男生愿意帮你，或者男生愿意给你不同的资源，打票就是来利用的、啊，但是到哪里都是需要人家。可能当地的地陪伴游来帮忙，给你各种不同的一些素材嘛，请人家帮忙联络嘛，然后帮你付钱嘛，这样才不用花费那么重啊。不然你以为我每天带那么多人跑，这样花费自己怎么扛得住啊？肯定是要男人来分担的哦。对呀、啊，所以伴游可能多找几个，才能够分担多点不同的一些资源嘛。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漂亮的女创作者，是比男生还有优势的，因为他们必须要自己付钱，那女生不需要。那大概一年频道有算过花费？多少？你有在 care 这个东西啦，因为这个毕竟就是，为自己有点算是投资。有人就是 care 这个东西的话，那就会小小鼻小眼睛。我们尽量就是能做到好的，然后呢给员工的大方的，我不会吝啬。这个是我，这个是我一定做得到的。那如果是我个人的话，就跟男人要，懂吗？所以我可以 cover 掉我自己一半。这是概念，不然的话其他创作者怎么办？是那种很累。但我们其实大家都还吃苦耐劳，就是大家都是做经济舱。那如果说除非今天换那个信用卡，我们才会换成那个就是可能商务舱之类的。但是都是省吃俭用，然后也是自己煮饭，到国外自己煮饭，男人服务，到处跟我们不同地方男生服务。那当然也是非常感谢有很多女生粉丝，常常也会给我不同种类的
一些协助，然后常常也会动不动给我一些哪里人票啊，或做什么事，都是帮我做很多让我可以方便轻松的一些协助，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女性粉丝，他们也会给我贡献不同的男生给我。对，所以当然我就是大家都是帮我在省钱，所以这我也是非常感谢我的粉丝朋友。但当然我们队团队也是从来也都不吝啬的，这个是作为福利文创最大的福利。就是该有的、该吃的，大家吃饱、用饱、玩饱，然后呢，也是才会做出一个完美的创作嘛，跟发展这个创作力。所以我对于这些东西我是不会吝啬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花大手大脚的人，对吧？买衣服也是都是买便宜的，叫好看为主嘛。我们当然我就是也还是以就是希望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产出很优质的东西给大家。做创作者为什么？那个我为什么女生的优势我觉得很优，但因为她比男生更容易得到一些帮助，然后还有呢又比男生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就男外面的人看到你是漂亮的就会来协助你，所以我觉得女创作者比男创作者还有多一点的这些人脉啊，所以但是不知道手中奖好像是给男生多，女生比较少，没办法，我们是靠美色的，美色东西就拿来利用的，对吧？不然呢？对，是好好利用。所以问我几个伴游，我很难回答你。我今天只有一个伴游，我是丢人了，懂吗？我今天长得漂亮，我一个伴游，瞧不起我吗？怎么可能？对啊，所以我爱的伴游太多了，随时随地都是我的资源，随手抓一大把，是不是？才能够协助我们拍出更多的厉害的东西。